一饮那酒还挺香啊。真不行的，老了八呢。这山东酒不都有白手干吗？那不你就你就你那那认为就不对。人家说的上，人家啊，快快快快给我尝尝酒。好喝，说实话啊，因为我要买这个。是多少度？度什么问题？肯定五十多度够吗？稍微醒一会儿。你喝一下，醒会儿，醒会儿，老酒，醒会儿，醒会儿。对。这是啥酒啊？就买一下，没买别的，哥。没，就是合适。我觉着这个，你要是让他先尝尝，性价比挺合适。他贵贱，他好喝就行，好喝。这啥酒、啊？肯定卖不出来。老酒啊，八十年代的。对，八十年代的，啥牌子啊？啥牌的？叫香溢。香溢。叫香溢。哦。叫香溢，叫香溢，山东，山东人品。这酒窝现在就开盖的味道就不错，很好喝。花膜也全都没了是吧？有都是捏碎，就是捏爆的。对，你看品一品这酒。不是，你就干我这酒喝着好喝，见人挺好喝就行了。那不一样，见人是浓香，这是清香。清香它你和汾酒比就行了。啊，清香的。对。二锅头。那清香的了，大哥。你快喝吧，跟狗似的，来闻闻。这个还行，不是，其实老酒这味度度数也够。别说还行，你就跟着这，差不多。你说这酒值多少钱吧？你喝一下吧。啊，比二锅头强。妈，二锅头，这老的，老二锅头得跟红星比。啊，你喝过红星吗？那我比你少喝了，那红星。不是，这酒比这老二锅头。对，你多喜欢啊！就上次你拿那个，上次我拿啥？这多少钱呀、啊，大哥呀？二百一瓶、啊。性价比很合适的，就是一个性价比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你别问价，二百一瓶。哦，是吗？我多醒一会儿再喝，效果还要好一点。啥呀？这是啥感觉啊？这酒真冲啊！你看度数够呢。高度是吧？高度啊，五十度往上，还行，这酒挺干净的。它就除了你这坚持来吗？那简直是没见着，简直是没见着。好喝啥？类型不一样，对，它不是那一箱型。对，跟那个二锅头和汾酒比，它都同等级。你就跟汾酒比来吗，大哥？那比新的汾酒你比不了，肯定比不了这个。你比老汾酒，肯定没老汾酒好喝，对吧？你价也不一样了。但新汾酒，你头戴的酒，我就说性价比挺合适。你说，不是，一般二十年代的，一帮哥们喝挺好，对吧？你自己喝的，你看。他这人没谱，让他尝酒白尝。我跟你说，这酒喝着行，但是你也不能跟那高端酒比。我这可不就得跟，哎，我想啊，你要跟剑南春肯定比不过呀，没有剑南春，没有剑南春好喝。剑南春才多少钱呀？都五六百呢，一天。400多，300多，300多。那个高度的多少钱呀？这不是你现在喝这还有多少？你现在喝还有多少度吧？啊？你现在喝还有多少度啊？这度数挺冲的，五度往上，大概得五度左右。多少钱？这堆多少钱？都来了多少钱了，大哥？多少瓶不得了？你都半瓶了，大哥。我都扔了，我满光了，半瓶我全给扔了。是吗？啊，这花都好着，刚才开的就是这个，全是那种酒叶了。这清香酒花是吗？够不够？就这都算是多半瓶啊！度数没降，度数没降，这200块钱贵，这种肯定是贵。19瓶，以前都没膜、没盖、没标，而且山东酒，这我还你说吧，我这你一说，你一团子我肯定那啥。不是，我这觉着性价比合适，你说你觉得我伴儿要喝就拉着挺合适。我就是给他喝，我一口酒都不喝啊。给他喝我也不是卖，你得让少点儿，你让我，你少挣点儿，是真是这么个事儿。别人传的我都不买。你说这，你说山东的还没膜没盖没标，大哥还跑酒，卖不好卖，卖真是不好。没说卖，就卖一个喝品当喝品，卖肯定卖不了。就是买回来自个儿喝着啊。嗯，先来拿一瓶，先来拿一瓶喝这个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你便宜点儿，你少挣点儿。12个、13个都有膜，就是。这现在对于我来说，有膜没膜都不重要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是你卖就没膜，跟这啥肯定是差这。我就当喝品去卖了，这没错，是吧？你要咱买的那没有上膜，没有正标，差多少钱？差好多少钱呢？二里跑酒啊？4000一。
分钱。一百六啊，一百六，分钱一百六啊？不是，一共合一百六。哦哦哦，多少瓶？十九瓶。十六加三。行会儿应该能喝好。嗯，三千零四，两六，这三千吧。得喝一口，不是变味没有？听我啊，对，这别喝了，后喝没事，你要不开车就不是后喝，啊、对，时间这醒的时间越长，味道越不，哎，对，你要不开车，你开啥车呀？口啥呢？待会我怎么回去啊？这走拐着回去。确实，这醒的时间越长，你嗅口感越不一样，变化特别大。行了，这你都。要不你给我转五千块钱，挣两千得了。啊，挣你两千，卖你吧，行吗？成吗？行，是吧？这块儿可以，味儿也行，味儿也行。要他命的，那都鸡巴白给他们喝。